的足球特技秀。重要是机会手而已，只要手不碰到就可以了。多的部分你，哎呦，好帅哦！是哦，耶！野狗公告嘴神乎其技的球技，你千万不能错过哟。我们要拍了一些他几个精彩的画面，哇！大家呢，睁开眼睛，好好看他的球技，好不好？哎，来来，请看。教练是我们心中的偶像，他是唯一去过欧洲比赛的台湾球员，他就是追梦足球选手林嘉盛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林嘉盛。台湾第一足球明星林嘉盛，他是台湾第一个在欧洲踢球的足球员。2008年还曾经赴美参加银河队的测试，差点成为足球金童贝克汉的队友哦。现在为各位示范的是贝克汉的香蕉球。香蕉球的难度在于要有精准的控球能力，在人墙前趁其不备射门入网。现在示范的是角球进球。大直角的射球入门，在曲度及精准度的拿捏上考验着球员的控球水准。接下来示范的是倒挂金钩射门。你看这么流畅的动作，毫不犹豫地将球一脚射进门，真的是太厉害喽！台湾第一的足球高手林嘉盛，至今仍不放弃地继续追寻他的足球梦，就像一颗等待雕琢的宝石，怀着希望与梦想前进，希望有朝一日这颗宝石能够在国际间发光发热。还有，哇，好厉害！香蕉球，我跟你讲，贝克汉都没踢，贝克汉最厉害就角球啊。黄金右腿嘛，对，左腿。黄金右脚，对，他是右脚，右脚的香蕉球。你可以旁边这样射门，就这样钻进去了。哦，没有，还有过人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很厉害，都是个人技术。那你个人顶球、控制球有没有表演呢？今天这个场地应该可以。因为听说他们在练球的时候都是好几个小时，就画一个圆圈，完这个球就是不能离开那个圆圈。对，我们今天有特别为我们节目带来一段小小的控球，这样子。对，林嘉盛，来，请请请。那么是机会手而已，只要手不碰到就可以了。多的部分你，哎呦，好帅哦！耶！日本啊，韩国啦，足球都非常的风靡哦。如果我们国家多那么100个像他这样，就优秀了，就优秀了。哇！好帅啊！我觉得他的脚跟手一样，全身肩膀也要会顶。听说这个手都没那么厉害。对呀，嘉盛，哎呦，可以用脚拿筷子吃啊。可惜啊，足球没有推广，很多喜欢踢足球的朋友，对，他不是国球了。对。好棒哦！厉害，厉害！你看现在亚洲的部分，哎呦，好帅哦！好稳哦！你看球场，哇 ！OK，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那个很帅，你帅那个倒挂金钩啊！有，刚刚画面已经看到了，有那个倒挂金钩，真的厉害啊！啊，不过不要灰心，培育下一代也是功德嘛，好不好？对，继续追逐梦啊！来，这。